欸，现在是直接晚上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哇塞，哎、欸，第一主播、欸，哎，哇，这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有马上需要做食谱的必要，绝对有。有没有怪物接近的声音？哦，超恐怖的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一开始就这么刺激，哎，哎，蜈蚣加僵尸，哎，旁边蜘蛛，我被摸到了，我痛，哎哎、欸，被摸到，哎、欸，我狂被摸啊！挡好，我在帮你打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想回去，想回家。你怎么？也太恐怖了吧！哎呀，那是甘蔗，在哪里啊？没看到，就枯宫那个方向啊。好，你要绕背吗？我看到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小心，你要边挡好，边挡好，小心，我挡住，你可以从侧边砍他吗？好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好，有了有了， okay. 甘蔗啦，碎了，哎、欸，那我们直接从这里往下就好了，哎、欸，哇，第二主播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红队灭了，哎、欸，后面，不要，走开，哇塞，超恐怖，有一只蜈蚣，有小僵尸，哎，你要不要先回来好了，回不去啊，慢慢撤，对，慢慢撤回来，我帮你堵住，小心，好，你先，好。小僵尸加蜈蚣，再混战！哦，哎，他会不会被？要被围剿了，要被围剿了！哇啊！哦，全部死光光！哇塞，太激烈了吧！他们两队全部死光光！对，两哎，苹果一颗！哎，我拿一颗苹果，赶紧赶快做，赶快吃！Yeah！哎，后面哎！我在做东西。Oh my god！ 怎么会有僵尸？我想去陪你。交给你了。Oh my god！ 附魔台材料都帮你准备好了。好哟，我我的队友，给我一颗苹果，我要苹果。呜！先往下，我先把我想要的一切弄到手。吓死宝宝了！出去抢至高，现在怪物一堆，要抢至高，认真吗？而且我抢至高，哦，嘿嘿，哈哈哈，嘿嘿嘿嘿 ，OK 啦哦，欸，下蛋是不是？听到嘣一声，有吗？欸，还真的有欸，来啊，再一只鸡啊！好哟 ，fine， 因为我已经没有金锭了，逛洞窟了啦，不要了，哎、欸，还真的 ，what the fuck？ 哦，手很抖，我的手你不要抖，怪物清除，吼吼。然后什么剑梭模式启动是不是？没有怪了啊、喔，没了啊、喔，哎、欸，哦，真的又有苹果哎、欸，啊，哪来这么多金矿啊，算了，我觉得我身上还有两颗，先不急着打苹果，我们先找更多金矿出来再说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会不会是氪金王啊？哎、欸，不错哦，有新称号可以拿哦，感觉不赖的哦。那就把后面的路都堵住啦，反正用不到了，没作用了。附魔台带着，从头到尾。好，没关系，当主播也很开心啊。我还买了分赃哎、欸，他们在用我的附魔台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是氪金王耶！yeah! 哇！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GP哦。
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